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چون بای دا خانی یی چی زن سون چون گوی آن لا جون شی جی دا جو آن لا زی گو لن جین جون شو آن لا چوی شی و دا جو یی چوی شی نی من دا جو سو یی نی من این دان چون بای تا جی شی جن لو و جین جن و نو فی جو و یو آن لا دو یی و او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圣明弟子和跟随他们的众人，直到报应日。崇拜在伊斯兰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安拉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崇拜他。这说明了崇拜的重要性。安拉说：“我创造精灵、精灵和人类，是为要他们崇拜我。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安拉派遣了众使者。安拉说：‘在你日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分到我的启示。’”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在穆斯林的生活中，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崇拜的职责。认真观察和思考伊斯兰教法，就会发现崇拜的含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普遍的，包括上供的途径，如美的、陌生、城市、人证、公益亲属、全人和学业、调解纠纷等等。正如安拉所说，他们的秘密谈话，大半是事务意的，全人实事。或全人行善，或全人和解时，除外；或全人和解时除外，是为安拉的喜悦而做此事。我要上此水中达到报酬。穆神说：“太阳升起的每一天，人体上的每一股血均应出现十射频，调摄丰盛，帮人吃上做起火，帮他多生其身力。年轻之年，前往礼拜四走的每一步，清除道路上的人爱物等。”这些都是实时品，显示的第一属于安拉喜爱的崇拜，也是人类的基本任务之一。如农业、工业和一切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情，正如安拉所说，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穆神说，安拉最喜欢的人是对人们最有益的人。安拉最喜欢的行为是让穆斯林高兴，或解除他的烦恼，或解决他的债务，或消除他的饥饿。我与穆斯林兄弟一道去解决他的困难，比我在这个礼拜四里仅做一个月讲，为解决穆斯林兄弟的困难而奔波的人，安拉在中祝跌倒之日，会使其步伐坚定。二个是特殊意义，包括履行伊斯兰仪式，如礼拜斋戒。天课、交警和纪念安拉等等。安拉说：“你们能经受许多白宫和最贵的白宫，
你们当为安拉而顺服的一人。又说，信道的人们啊，这些已成为你们的定日，犹如他曾为前人的定日一样，以便你们敬畏。又说，你们应当谨守白宫，完了天课，并以善哉也给安拉。你们为自己做什么善事，都想在安拉那里得到更好更大的报酬。有说烦恼旅行到天方的，人人都有为安拉而朝觐天方的义务。不信道的人，因为安拉就是我其余全世界的。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赠送全归安拉众使者的主。我见证万物非说有安拉独一无二。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人常的理性和真正的天性，都应当在履行伊斯兰的荣命和严实的底线实现平衡，不要顾此失彼。我们强调，崇拜应该影响人的道德和行为，才能解除说说累果。正如安拉所说，白宫的确能防止仇视和罪恶。穆圣说，所以你们受灾的日子，就不能说瞎里话，不能吵闹。如果有人骂他或与他打架，他就说我是这些的人，又说安拉拜见我，这为完成一切美的。安拉拜见我，这为完成一切美的。如啊，祈求你，有如我们纪念你，感恩你，虔诚的崇拜你。